你这个下蛋蟹子，也敢跟我抢行舟？你做梦！ 我就是想打醒你，孟小姐可别忘了，现在躺在二少身边的人是我，而你只能做她的大嫂。我们。 二少，二少，新舟，新舟，快给我好了。小舟，脱衣服。是。二少，怎么回事？我也不知道，是哪里得罪了这位杨老板，他不分青红皂白，就……这件事以后再说。 把他捞上来。是。杨小姐，要不先回房间换些衣服吧，小心得了风寒。 有劳赵副官，这边请。大哥呢？大少爷刚出去了，去给陆小姐准备洗澡水和换洗衣服。是。你先休息一下。新舟哥哥，你别走好不好？ 留下来陪我。 大嫂，自重。你别叫我大嫂，我求求你了，不要这样叫我。你是我大哥的未婚妻，我不叫你大嫂，叫你什么？别忘了当初你是怎么背叛我的。新舟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 当初是我爹他们逼我的，陆雨曦。如果我大哥的腿没废，你还会像现在这样千方百计的想跟我复合吗？新舟，我知道错了，看在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情分上，你就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好不好？ 我们的感情从你选择大哥的那一刻起就已经结束了，还有人在等我。我不准你去找那个女人，她就是个狐狸精，她会害死你的。陆雨欣，你还要装到什么时候？我不拆穿你，不代表我不知道是你在故意陷害杨安。
把衣服换了，这样下去会着凉的。别叫我大少奶奶，你给我滚出去！啊！啊！夫人，谁呀？这是？这。见过贺夫人。你是？回夫人，这位是云城大戏院的头牌萧海棠，二少爷的朋友。怎么又是个唱戏的啊？哎，我们贺府真是倒了八辈子霉了，成天到晚被这些不要脸的下贱坯子给缠上。上次那个叫什么雪莲，这次又是海棠。哎呀，还真是百花齐放啊！贺夫人认识雪莲。不男不女的阴阳人，脏了本夫人的眼睛。听说是自杀死的，肯定是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，没有脸再活在这世上了呗。师姐，你真厉害。乖，快吃药，嗓子烧坏了，可不是开玩笑的。你这个下贱的小娼妇，瞎了你的狗眼了，敢在太岁头上动土！刚才是哪个手掐我来着？给我上夹板，狠狠的夹！再试下劲儿！再使点劲儿啊！使劲儿！哎，等等。明婷，你怎么来了？这么热的天，再把你晒中暑了。给少爷扇着，快。啊，我不用。母亲，能否看在我的面子上，饶了这位姑娘？怎么，你们有私交啊？不是，我很喜欢小海棠的戏，一尺红袖甩出嗔怒哀怨，一根藤条转眼万里回环。不过是个台上卖唱台下卖笑的戏子，和娼妓有什么分别？哪知道你这半垮子还开口替他求情。母亲，二太太如此痛恨戏子，怕不是是因为戏子抢了你男人不成？多谢大少爷抬爱，梨园弟子呕心泣血十年，为的不过就是这份肯定。杨老板不必客气。好啊，看来我真是小看你了啊！你这心思都动到我儿子身上了，看什么呢？给我继续夹，使劲夹！母亲，母亲，是我多嘴了。您还是放过他吧，消消气儿。明婷，娘这都是为了你好，像他这样的人留着就是个祸害，早点了结了才好啊！走，咱们走。母亲。哎呀，行了，走了走了。快！给你们的胆子，我的人也敢动？是我，怎么了？二少爷也想向我开枪，替你小姘头出气呀？
杨小姐是我的朋友，夫人这么做是不是有些过了？什么朋友？我看是床上的朋友吧。母亲，下人都在呢，注意言辞，不要闹笑话。闹什么笑话？贺家的脸早在墨江那个小贱人进门的时候就已经……你也配提他？何行舟，你居然敢对我开枪啊！你来人，把这个以下犯上的畜生给我抓走！好啊，你们今天铁了心要造反是不是？好，明婷，咱们走，去找你父亲顶命理去。你们在吵什么？老爷，您可算来了，您可要替我做主啊！贺行舟的开枪打我。行舟，怎么回事？明婷，你来说。啊，没什么大事。就是母亲和二弟起了点误会。什么误会？贺行舟他要开枪杀我，就为了那么个小戏子。你要不替我做主，我还有什么脸做这个当家主母啊？行舟一向懂分寸，知进退，怎么会做这种事情？贺司令，是安宁不懂事冲撞了夫人，您千万别怪二少。哼，你倒是会说话，刚到司令府就惹这么大的祸，戏子果然没有一个安分的。安宁只是不想伤了您和二少之间的和气。反正我们这些下贱伶人的命也不值钱，所以你想怎么责罚都行。你算什么东西，竟敢搅得我司令府家宅不宁。来人，给我带下去，打上四十军棍，赶出府去。我看谁敢！他是贺家未来的二少奶奶，今天谁也动不了他。你说什么？不孝子！堂堂司令府二少爷，竟要娶一个戏子过门！戏子怎么了？就要的。贺司令，二少这么说是因为……其实我肚子里已经怀了贺家的骨肉。行舟，我头晕。来人，送二少奶奶回房。是。你真的考虑清楚了？是，三天后就拜堂。既然如此，你看着办吧。啊，不是，老爷，那怎么能行呢？老爷，那明婷的婚礼也要提前，嫡子掌席得提前办。杨小姐，啊，不，二少奶奶，这个药膏是立刻见效的，你赶紧涂上吧。谢谢。这里是二少爷的房间。是啊，二少说你喜欢海棠红，这才让下人们在您来之前把帘子都换了的。那小姐您先休息。二少回来了。安宁伺候您换衣服。
你很开心啊。当然了，谁不想做司令府的少奶奶啊？你倒是坦白。我倒是想问问二少，为什么要忤逆司令的意思娶我？难道是爱上我了？杨安宁，这桩婚事不过是赶鸭子上架，不得已而为之，你别太自以为是了。我不管，你刚才大可以不管我死活，你就是爱上我了。胆子真是越来越大了，要是被老爷子发现，你就死路一条了。放心吧，怀胎十月，什么事儿都可能发生的。看来你早有安排。不敢不敢，安宁全听二少安排。既然要成亲了，那以后就直接叫我名字吧。姓周。别哭了，没事了，没事吧？谢谢姑娘。安宁，贺府的人说，让我们等陆永熙的花轿到了一起拜堂。不急，只要能进贺府，等多久都可以。怎么，新娘悔婚不嫁了？陆永熙小姐她服毒自杀了。二少出来了。二少，
行舟，怎么回事？告诉少校是悔婚了，这下没有好戏看了。嘿，依我看呢，这门婚事本来就没几个，一个臭唱戏的能嫁进司令府当妾，已经是烧了高香了，何况是正室？撤！行舟哥哥，你为什么要去骑马场最烈的马？摔成这样多疼啊！没关系，我已经驯服他了，改天带你出去玩。我不要出去玩，我只要你保护好自己。永熙，别哭了，我答应你，我会保护好自己，还会保护好你。一辈子？一辈子。拉钩上吊，100年不许变。婚纸，他服毒自尽给谁看呢？让我们贺家难做人是不是啊？你去，去陆家要人去。是。等等。嗯，母亲，如果永熙他宁死也不肯嫁给我这个废人，又何必强求呢？什么废人？母亲不准你这么说啊！你是我们贺家唯一的嫡子，云城未来的主人，你就配拥有最好的。嗯，恐怕父亲他老人家早就不这么想了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，不会的。只要有母亲一口气在，这个继承人非你莫属。我去找大夫。行舟，行舟，你别走。行舟，我还以为连你最后一面都见不到了，好在有老天爷可怜我。挺逼真的。用什么做的？行舟，行舟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带我走吧！我现在才明白，我离不开你，我根本就离不开你，我喜欢你。陆雨熙，希望这是你最后一次利用我们过去的感情。不肯走，看来是赖上我们贺府了。这门婚事是司令亲口答应的，岂能反悔？哼！哟，拿老爷来压我啊？可惜了，今儿这婚礼我做主。既然你这么想嫁进贺府，我成全你。除了咱们这位二少奶奶，其他的阿猫阿狗一律不准入府。安宁，我觉得这女人没安好心，你自己注意啊。
放心吧，玉梅。还看。新娘子跨火盆儿，邪祟晦气不上门儿。新娘子钻裤裆，国家幸福又安康。不想嫁了，现在还来得及。新娘子验身体，荣华富贵无穷极。快点把衣服给我脱了，放下，快点放下，脱了，快点，别动我，别不动，放手，把衣服脱了，放开我，放开。夫人，你别太过分了。怎么了？我不验验，我怎么知道你会不会把脏病给我带回来？到时候再污了我贺家的名声。母亲，别把事情闹太大，到时候传到父亲耳朵里就不好了。好啊，不验也行。你呀，就在这院子里给我跪着，12点之前贺行舟如果能回来和你拜堂，你才算真正的二少奶奶。跪远点儿。
你在天之灵一定要保佑我尽快查出真凶，替你报仇。多睡一会儿。二少饶了我吧，昨晚腰都要断了，再睡更起不来。这是在夸我吗？那我得更努力了。好了，别闹，刚画完。等会儿我们还有正事要办呢。给夫人敬茶。嗯。别再试图揣度我的心思，明白吗？以后给我安分点，惹出什么祸来，我也保不住你。多谢二少。二少，跟巡阅使秘书约好的时间快到了。这几天我有要紧的事，晚点回来。阿少，谁给你们的胆子敢惹司令府的人？拿下！站住！大哥，刚才多谢大哥救我。应该的，刚刚出去买书，正好碰见了，可惜没抓住他们。大哥买的什么书啊？牡丹亭，我自幼喜欢戏曲，可惜现在不便出入戏院，没能捧弟妹的场。大哥若是喜欢，以后我在府里唱给你听。好啊，那我可有耳福了。弟妹的声音别具一格，可惜有一点点瑕疵。是吗？大哥可以详细跟我说说吗？你的中气浑厚，就是不能持久，唱久了会伤到嗓子。确实如此。不必担心，我有一个法子。来，来，你试试，这样行不行？大哥，这法子果真不错。大哥，我们改日再聊啊。
州。行舟，我受伤了。你看，怎么回事？今天晚上遇到了两个匪徒，多亏大哥救了我。倒是不知道你们什么时候这么熟了。怎么，吃醋了？我跟他不熟，只不过在路上遇见就聊了几句。行舟，你教我用枪好不好？怎么不去找大哥教你？你教不教嘛？不教。为什么？你这双手是为舞台而生的，不是用来拿枪的。今天是我疏忽，以后我会多派些人手保护你。嗯，究竟是什么人想对付梁如芬？不管怎么样，我必须要先想办法自保。行舟哥哥，先这样。行舟哥哥，你在忙吗？大嫂，你怎么来了？事关小海棠，我不知道要不要告诉你。那就别说了。可我觉得你应该知道。这样不行，遇到敌人的时候不能后退，更不能胆怯，要像我这样稳稳地拿着枪，然后大哥你好厉害，学会了吗？嗯，你试试。我的人就不劳烦大哥来教了，大哥若是清闲，去教教自己的女人。永熙，想不想学枪啊？我教你啊。既然你没兴趣，我也累了，我们先回吧。走了，弟妹。你还愣着干什么？看来你真的很喜欢挑战我。我只是在学枪，谁让你不肯教我？真想让我教？嗯。手稳住。看我干什么？看前面。二少今日好大的火气啊，莫
莫不是遇到了什么不顺心的事儿了？我最近倒是遇到了点麻烦，听说从京城来了个姓赵的大官，点名要听小海棠的戏，正好我这段时间告假，听说李老板都快被逼疯了。哎，行舟，你要带我去哪儿？见赵正，给他唱戏。原来是拿我当敲门砖啊。你倒也可以，那我有什么好处啊？你又想耍什么花样？不敢不敢，不过我还没有化妆，要是就这么蓬头垢面去的话，不但事办不成，说不定还会被怪罪。掉头，送二少奶奶回去化妆。好了吗？去见荀悦时，自然要展现出最完美的样子。你也不希望我给你丢脸吧？嗯，我那对珍珠耳环去哪儿了？你干嘛？哎，你干什么？哎，你放我下来！有什么条件，车上谈。贺行舟。巡阅使今天不在，少帅请回吧。我有急事，告诉我巡阅使人在哪里。马副司令得知我们巡阅使最爱听小海棠的戏，请他去凌云酒楼听戏去了。闲杂人等就别去打扰了。是辛苦啊，这一杯我先干了。可是这酒楼的酒不合您的口味，我马上给您换。来，换酒。酒是好酒，就是这下酒菜配不上这美酒。哎呀，您瞧瞧我这记性，今儿的重头戏啊，可是小海棠啊。小海棠向来在云城大戏院登台，我来这几日听闻他身体不适告了假，你能把他请来实在是费心了。嗯，这小海棠啊，病体未愈，她挂了病气给您，我去巡阅使了。我若是这么唱，这戏台早就被我唱垮了。小海棠，可能是生病影响了他的嗓子。巡阅使，您别生气。马副司令，我来云城这几日，对你一直是礼遇有加，没想到你是这样欺上的人。哎，
小海棠？巡阅时想听戏，知会一声便是。小海棠随叫随到。嗯。这位是贺司令的二公子云城少帅，今儿这出是我们特意为您安排的惊喜，惊喜。带着你的人离开，别影响我的心情。还有你。我走，我这就走。巡阅使后面有任何吩咐，随时让人告诉我。冒昧前来，还请巡阅使不要怪我们唐突。好说，小海棠，你跟贺二少这是？这个。恐怕就要问贺二少了。贺行舟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仗势欺人，霸占小海棠！巡阅使误会了，小海棠是我明媒正娶的妻子。哼，你堂堂一个贺二少，会娶一个唱戏的当老婆？你当我赵门傻啊？巡阅使口口声声说要替小海棠讨回公道，内心却和他人一样对李渊行当充满了偏见，可见并非真正爱惜之人。命！我今天就算杀了你，贺晨云也不敢说个不字。赵先生，行舟并不懂戏，也不爱看戏，但也深知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的辛苦跟不易。我既然娶了他，就不允许任何人贬低侮辱他。赵先生，赵先生，此事都怪海棠没有说清楚，不如干了这杯，海棠单独为您唱一曲《负荆请罪》如何？好一曲《负荆请罪》，好一个重情重义的贺少帅。贺行舟，你这个兄弟我赵某交定了。来，喝酒。贺行舟，不过仗着自己姓贺就敢骑到老子头上撒尿，真是岂有此理。爹，那个小海棠就是个天生的狐妹子，最会勾引男人，他今天肯定把巡阅使迷得活都没了。你这么了解他？我也是听说嘛，整个云城谁不知道他人尽可夫啊。可惜呀，那个雪莲死了，不然哪轮得到小海棠啊。说了以后别提这个人，你脑子被狗吃了吗？是，儿子不敢了。小海棠，看来这个女神赵先生，帮派之乱一日不除，云城百姓将永无宁日，还请您务必帮忙申请这笔军费。放心吧，这件事交给我。小海棠，如果你们日后有用得上赵某人的地方，拿着这封信来找我。多谢赵先生。看慢点。
等一下。怎么了？等我一下，我去买个东西。驾断泥莲，快看看呐！哎，姑娘，看看风筝吧。你还挺有童心，但那个好丑。我就要这个。哎，好嘞。付钱。哎，慢走啊。好，小先生。这叫简约，你懂什么呀？司令大人，求你救救我女儿吧！她被青龙帮的人给抓去了，到现在还没回来。司令大人。滚远点，快！求您了，司令大人！求您了，司令大人！这是二少给你的，明天拿这个信封到军政部找他。记住，不要告诉其他人。以后别来司令府闹事了，不仅找不回你的女儿，连你自己的命都会搭上。是，去吧。谢谢。今天司令回府，别闹出人命。让他滚远点，快！求你了。原来他并非表面那样。怎么了？哪不舒服？你怎么说话不算数？答应我的东西呢？特别通行证，谢谢你，行政。你要这个干嘛？当然是耍威风。听说有了这个通行证，就可以在府里任意行走。再怎么说，我也是未来的当家主母，总该有点特权吧？那你也悠着点，别威风过头了。现在高兴了，休息吧。行舟，这是你送我的。
我们打个赌如何？看今晚谁先喝醉。如果你输了，就从明天开始教我枪法。嗯，我和兴州的徒弟自然是厉害的。那你怎么了？刚才什么表情？真不想要我的孩子了？我只是觉得太突然了。你想要吗？不想。那要不我们找个大夫解决掉？你敢？张嘴。不是不想要孩子吗？干嘛还要让我喝药？我怕你晚上影响我睡觉。闻着就想吐。娇气。好多了，来，喝。太苦。怎么那么多事？
我今天不喝。真不喝？你真的不想喝？二少，有人举报说知道青龙帮的老巢在哪，不过得要您亲自去见他才肯说。知道了。我自己来。那我先去处理一下。晚上的药，等我回来再喝。贺前中，你有完没完？祝二少奶奶端午安康。小丫头是真长进了，再过段时间就可以正式登台表演了。师哥，端午节还要出门啊？你呀，乖乖在家练功，等师哥唱完堂会回来陪你一起包粽子。嗯，哦，对了，别忘了这个。选了这么个风筝，好丑。小傻瓜，这风筝其实和人一样，简简单单才好，只要掌握好分寸，照样能够飞得又高又稳。嗯，上去了，师哥。飞得真高。我竟然忘了今天是端午节。确定约的是这里吗？没错，时间早就过了，人怎么还没来？难不成是故意骗我们的？师父，师哥，两年多了，我还是没有找到凶手，我该怎么办？确定是小海棠吗？确定。这几年。
生了太多事情，要是你们还在就好了。师哥，我真想你。不等了，回去。是。出去了吗？他没在府里吗？云城大戏院是小海棠在吗？别过来，美人，我今天就让你好好享受享受。来，你敢打我，给我回来！你个贱人，不给你点颜色，你别过来，真不知道是谁几斤几两的是吧？别动，你再过来我就开枪了。开呀，找准打，你会开枪吗？就是不想被人认出来，就当没看见呗。钱老大这个大老粗，不会已经辣手摧花了吧？没想到啊，你个唱戏的还真会打枪啊！要不是老子那把枪里没装子弹，否则还真死在你手里了。好了。玩也玩了，闹也闹了，你这种烈性的死了也是美味啊。放下枪。
可是令尊大人又有什么吩咐？什么令尊？我是你主子，这女人是我的，把枪放下。咱都说好了，给我兄弟们享受完了，把它挂城墙上。您这样横插一脚，不合适吧？下一回，枪口对准的就是你脑袋。哎，少爷，少爷，你呀，消消气儿。哎，消消气儿。实在不行，咱这样，咱哥俩一起。滚！也不撒泡尿照照镜子，自己几斤几两，敢跟我称兄道弟？滚出去！滚！好，那您快点啊，后面兄弟们都等着呢。你才快呢，你全家都快。二少，这些事安宁用风筝给我们做了线索，看来就是这儿了。你现在回去带人，不论对方是谁，都给我就地枪杀。是。小美人儿也来了。你放开我！放开！放开！放开！我要走。我。小美人，你就从了马爷吧你。在哪儿？什么人？不知道。不要让我再问第二遍。哪儿？站住！No!
报仇！ 说你受到惊吓，动了胎气，需要卧床休养一段时间。三天，那戏园子那边？放心，帮你搞了家。 谁知道贺瀛洲来这么快呀？小海棠的名声越来越大，截教的大人物也越来越多，以后定然是贺兴洲极大的助力。现在没除掉，以后就麻烦了。他一个戏子，哪有这么厉害？你丫的，这脑袋什么时候能长这一点？上次赵正的事情已经充分展示了他的能耐。上次不过是瞎猫碰上死耗子罢了。这要气死老子！ 算了，既然这样，干脆一不做二不休。爹，怎么做？怎么休？说了你也不懂。人被关在哪儿？打开。马副司令，二少吩咐过，除了他和司令，其余人谁也不许见这批犯人。打开。 打开！是。
马司令，马司令，哎，快放了我们吧！一群废物，吴用之人就该去死！司令的命令，把这帮人犯的尸体放到城门处挂着，以儆效尤。是。二少，查出来了，放假消息和绑架小海棠果然是同一个人策划的。谁？是马副司令。应该是您上一次让马副司令在巡阅使那里吃了亏，就想要把这个面子挣回去。没那么简单。狱中人怎么样了？司令，司令，上次抓回来的犯人全部被马副司令击毙，挂在城墙上示众，是他的行事作风。人都死了，这个也没用了。是，都怪我，没有派人看好他们。他既然敢去，必然是奉了老爷子的命令。没事，以后有的是机会让他付出代价。当务之急是，你得去帮我找副行头来。行头。后悔，他还知道。